掀开经本，364面，倒数第七行啊，看经文。学徒众僧闻是应以戒习念佛念法念真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说的这个大众听这个说法之后所得到的利益。名义里面有简单的解释，是苏超但化名佛法僧，不化名如何念？今就超中遇五教说三宝，这经念法亦当有五教不同。李延池大师做的这个疏抄啊，对于这一段所说的比较简略，这个演绎把这个意思给我们补出来啊。五教，因为莲池大师做疏抄，他这个方式是采取贤首宗的规矩啊，就是华严宗的，华严讲五教，讲十旬。莲池大师之所以采取华严，他的用意很深，前面给诸位说明过，也就是将这部阿弥陀经这个念佛法门跟华严呢等同的看待啊，所以他是处处用华严经来解释本经的经文。那么小教呢，即是有门，其念三宝，实有能念所念。那么我们今天念佛，实在说，用这个法子就好啊，古德教给我们老实念佛。不要好高骛远，我是能念之人啊，阿弥陀佛是我所念之佛，又能有所，就这么一直念下去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问题啊，不必好高骛远啊，反而误了事情。这个念法呢是非常可靠啊！你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念法品位是不是很低呢？不见得。如果你这样念，实在我也不执着哪里没念的话，哎呀，我能念呢，阿弥陀佛是我所念呢，你。不可能是这个想法吧，念念都有这个念头的话，那这是属于小教。如果念念没有这个念头的话呢，那你这个念佛功夫啊，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啊，念到能所双忘啊，也不比作意的去忘，作意去忘啊，忘不了的。
所以这个功夫到了的时候，自然成就啊，一切讲自然，一切讲应运，这样子好啊，没有一丝毫的做作，这个念法就好啊，就非常的合法。那么这是小教念的啊，确实有能念有所念。实教啊是空门啊，能念所念一切皆空，实在讲呢，这个是不能学的啊，学得不像啊，麻烦就大了，反而落空了啊，连这个待业往生也去不了，那就很可惜了啊，所以还不如老老实实从小教着手。实教是大乘的开始，宗教可以说是大乘的圆满啊，即业有业无门啊，念而不念，不念而念。顿教讲顿教是非空非有门，能说双极，无念不念，立念顿行也。圆教即圆融无碍门，一念一千念，一千念一念，一时顿念非云行，一切圆成无胜念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老老实实啊，这一句佛号念下来，这个里头不必分别，也不要执着啊。大乘经教里常讲，行其解决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行是什么呢？我们念佛人呢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行。正当在念佛的时候，应当把一切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想，道理也不要想，理论这个不要想，方法不要想，境界不要想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，完全正确了。这样子虽然从小教入门，你看看这个五教，它与圆教相应啊，念念呢就是云修圆证，所以不可思议。实在讲呢，那个善根深厚之人，他不需要懂得理论啊，他这一句佛号他就认真地念下去。他的信心从哪里升起呢？看到别人念佛往生，他信心从这建立的。那看到那个人他念佛欲知实质，无疾而终，走得很自在很快乐，他相信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，这个样子一下手就与圆顿相应。我们在这个最近啊，华福周广大居士的往生啊，我们虽然是听说，但是那边有十多个人亲眼在那边看到的啊，不是一个两个，消息传来给我，决定不假了。他们这一帮人亲眼看到，等于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样。啊，念三天呢，就把西方三圣念来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经讲个几十年，这个疑似啊真相都讲不清楚，那人家看看这样子。他就相信了，这是善根深厚啊。
佛法里的常讲三转法轮，这是做正转，他来做个样，做个证明给我们看看。你要相信呢，就像他这样子办就成功了。他是一听到这个法门就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相信啊，西方确确实实有一个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里面这个生活状况啊，就像经上所讲的，绝对没有疑惑。发愿求生，念佛就成功。临命终时，佛来接引。寿命不到要想去也行，佛也来接引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是真正的有这个求愿往生的意念，这一念真实，是大家随时可以往生。这个是诸佛赞叹为一法门呢，是不是第一方便法门？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。上从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人人有份呐。怕的是你听了之后怀疑，不能够深信，那这个障碍是属于自己的边啊。法门没有障碍啊，阿弥陀佛与诸上善人来接引你也没有障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只要把我们的一根拔出这个理道理知道的多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只要相信有这个事实就行了。我们这一生就决定成就了。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了，实在讲无异于实相。下手看起来好像是很低，成就啊无比的殊胜。那么这是此地这一段文，这一段注解呢，给我们说明无教念佛了，它境界不相同啊。我们知道就好，用不着去鉴别我这个念佛到底是哪一教，用不着啊，不必找这个麻烦。这句念佛啊，这是念法。深浅不同，随机无定。若而言之，这个约就是归纳把它归纳起来讲，不出四理二种前面说五种，五种归纳就变成两种两种就简单了四即念别相占宝，念佛则常念清净，求一切智；念法则常念修行诸波罗蜜；念身则常念清净的学如是行也。这是讲的四念。四念里面的都一样。你看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，给我们分析得很清楚，无论是四念或者是理念，念到自己能够服烦恼，虽有妄念，
妄念呢不起现行，也就是说妄念不起作用。这句佛号能把妄念控制住，这就叫功夫成片，戒定妄念。如果能够把烦恼念断了，那就是四心不乱啊，能够念到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那是理心不乱。这是我们讲功夫浅深三个大的差别。在理四念中念法，我们学四念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，就着相，着相嘛，修四念就方便。那么佛宝呢？他是讲别相三宝啊，别相三宝。这个佛宝啊，就是要常念清净佛陀。清净哪一尊佛呢？清净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现代佛，他不是过去佛，也不是未来佛。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，弥勒佛还没有来，未来佛。阿弥陀佛是现在佛，我们要常常想着来亲近他，常常要想见阿弥陀佛。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目的就是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个对啊，完全正确。但是在此地啊，特别要提醒诸位同学，你这句佛号一直老实念下去，善导大师教给我们，身是专礼阿弥陀佛，礼是礼拜，我们每一天呢拜佛，早晚拜佛，拜佛实在讲呢，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。所以大家不要做什么体操啊，什么打太极拳，这个没意义啊，浪费时间。你想身体活动活动身体，拜佛就好啊。这个样子，你健身跟你的功夫啊不间断。你用别的方法的，你念佛的功夫间断了。那么每一天拜多少不一定，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去定的。你有时间就多拜，没有时间就少拜，可以按照自己生活环境的来定。口啊，专念佛，就是真正念佛人呢，要记住一个原则：少思。真的是多思不如少思，少思不如无思。分内的事情要做，分内以外的事情最好不要去攀缘，不要去找事，你的心才会清净的。无事去找事啊，这个是很苦的事情啊，这是很苦的事情。现在这个外头进去，这无事找事啊，这些什么官什么委员说他请我去做，我也不敢。那为什么呢？我讨厌开会，麻烦了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说话也是如此。
这个言语越少越好，越简单越好啊，省心省语，多念佛多想佛啊，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一生才能修得成功啊！啊，口要专念，意要专想，啊，想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三种方式当中，是以念为主，支持名号为主，啊，以礼拜、以观想为帮助。啊，一念会为主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要是以观想为主，容易着魔、啊、你修行功夫还不够的时候，万一妖魔鬼怪变那个佛的样子来给你看，你一下见到了、啊、一生欢喜心了，那就着魔了、啊、这个要注意到，是我们是以持名为主、啊、那观想呢，如果持名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，还有妄念我就想佛，想佛把那个妄念就舍弃掉了、啊、就离开了妄念、啊、用这个方法来代替妄念，并不时时刻刻要求佛现象给我们看，那就麻烦大了啊！这个三五年你见一次相，是瑞相，是好相啊。如果说是常常见到佛像啊，天天见到，每个星期都见到，这个事情麻烦不大了。那决定是魔不是佛、啊、一个星期见两三次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往生的时候、啊、在你往生的一个星期当中见了两三次，那是正常的、啊、那你自己晓得我应该要走、啊、这是这个念佛呢，就是一心想清净佛，念法呢，则常念修行住波罗蜜。此地这个住波罗蜜，诸位要特别记住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六度万恨圆圆满满具足。啊，要不要再修别的呢？不必了。不必再修啊，像布施、持戒、忍辱这些，偶然遇到了，随分随力去做；没有遇到，不找啊，不是找着去做。啊、你是说你念佛，二六十种心里的佛号不断。这个福报大，念念消业障。咱们今天讲放生，每一天起心动念，哎，我到市场去买东西，今天放生，有没有福报？有一点点小福报，大的福报呢，舍掉了，没有，为什么？念佛中断啊！放生应该用什么态度放生呢？偶尔之间遇到。不是特别去找啊，特别去找啊，这个错了啊！啊，你到底是修放生法门，还是修念佛法门吧？啊，还有这个修这个慈善布施，到处去找，找哪里有可怜的人，我们去帮助他。啊，到处去打听，到处去找。这都错了啊，这都错了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你一心去攀缘，
那佛是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，遇到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，去帮助别人，这个是对的啊。遇到了不能不做啊，比如说你每天到菜市场买菜啊，遇到这个鱼虾非常活泼啊，你看到它，它绝对可以活得下去的，这个我们把它买了，马上就买了放心啊。你看到它已经不太行了，就是放了它，它也要死，那这个不行，就用不着啊。所以修一切善事要用智慧呀，不能用感情啊，啊，要用清净心啊，要随缘，不要攀缘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心心念念的念阿弥陀佛就对啊，这个就叫做念法啊。我们一定是依教奉行。念僧简单的讲，清净善知识啊，善知识多，初学的人呢，一定要清净，与自己所修学的这个法门相应的善知识。我修念佛法门，这个善知识他也修念佛法门，这个啊，我们修的是念佛法门，那个善知识是参禅的，那个善知识是吃肉的。那好了，你参你亲近那个善知识，对你法门所修的没有好处，没有利益啊。所以一定要亲近的与自己同法门的善知识。这个是念僧，等到你念到功夫成片，最起码的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呢，也就是念佛三昧啊，你得到念佛三昧，事出世间法，你都如如不动呢。这个时候是各宗各派的善知识通通可以清净，那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啊，那个可以，不到这个程度不行啊，不能随便去参访善知识啊，就是最低的限度啊，自己已经得到念佛三昧。这个时候不可以，所以佛门呢，在以往啊，就是古时候，我参学的条件是如此啊，不是随便呢就有能力去参学的。现在是讲民主，讲自由了。啊，佛门里面呢也讲民主自由，这个很糟糕啊！啊，所以佛法人才可能会断绝。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徒弟不听师父的话了。他要讲民主自由啊，不接受啊这个教导，这哪里能够成就？我们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现在我们想想，中国自古以来老师教学生这个方法了。可以一言一蔽之，通通是难信之法。这现在是不相信嘛？啊，但是那个方法出人才，啊，代代都有人才出来，
现在没法子了，现在年轻人呢是无师自通啊，到处乱学，乱学怎么能有成就呢？不可能有成就的。他所得到的是一些皮毛知识，他得不到智慧。智慧从哪里学？智慧从禅定里面学。他没有定，到处跑，到处听，到处乱看，看得多，听得多，记得多，以为那就是佛学，那就是佛法，大错特错。佛法是觉悟之法，你那个心不觉，你的觉悟从哪里出来？绝对不是别人觉悟的，我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我的，没有这个，没这个道理啊。如果这个法子行得通，我们还需要修行吗？不要了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把他那个修行的通通给我们就好了嘛。你们看看楞严经，我南尊者当初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错误观念，认为什么呢？你们都要苦修啊，我不要啊，我是佛的最小的弟弟，我是他大哥啊，最喜欢他了。那将来到时候一定把佛法就给他了，他不要修了。道道摩登千里之难呢，才晓得啊，原来啊，别人所修的没有办法结束啊，再亲密的关系也没法子。钱财可以送给别人享受，我有的可以送给别人享受。不想想你智慧，你的才艺，你怎么能快给别人？没法。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一定要靠自己修吧。你自己的心不清净，哪来的智慧？佛菩萨祖师大德对于经论的这些注解注书，你把它念了，你把它背过来了，你也能够讲得天花乱坠了，是不是智慧啊？不是，不是智慧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不明，你讲出的东西也不明。讲的一句话都不错，那个听众听起来不是味道。由此可知，清净心是多么重要。我们念佛人讲清净心，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净性。见性心清净的，心不清净见不到性吧。所以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我们用修清净心的方法。拿这个佛号来修清净心的。心必有一分清净，与佛法就有一分相应。两分清净呢，是两分相应，这才真正能理解看经看注才懂得它的意思开经记地里讲啊，念觉如来真实意思这个愿是要清净心才能够理解那么由此可知，培养清净心没有别的方法，下手要专一你看儒家都讲为精为一，他讲精一
佛法也是如此。啊，弥陀经特别主张的一经不乱，一心不乱是果，一心不乱也是因，因果同时，这个妙啊！啊，所以这一点，希望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每天二六十章。以真诚心，以清净心，以恭敬心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三宝之主啊，就是此地讲的念佛念法念僧，三宝都记住了。底下讲理啊，理即念同向三宝啊，理是讲到自信，这个同向三宝就是自信三宝啊，也就是我们讲觉真经啊，觉真经是理啊，啊，四是佛法僧啊，佛法僧是四相啊。是样子，外面的形象啊，理是决定性的。具心不起，常住地业异地，不为二边所动啊，是为念佛念法念僧啊。这个也不要细说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讲三皈也讲的很多啊，也讲的很细啊。就是自信觉、自信正、自信信啊，这个就是同向三宝啊。即天台大师所谓啊，安静不动，称之为念啊，于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，不分别不执着。这叫念同向三宝，这是理，所以是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这是理。所以我们下手还是从四上下手好，从别相下手好啊，从小教这个方法下手容易得度啊，不好高骛远。知道有这个有这么一说，不必去祈求啊，老实念佛，决定有成就。我们看底下了书抄，这个书抄是李延池大师自己做的，文音无疑，色同是。直取欲落，精念三宝，正明义。三宝者，略有三相：一住持相，二别相，三同相。可尊贵故，名之曰宝。这是我们简单说啊，说明他这几句话的意思。音是音声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音声，无论是有情无情所发出来的音声，非常微妙啊，非常的悦耳啊。如果这个音声听了要没有殊胜的功德利益，跟我们这个世间去听音乐、听唱歌有什么两样？没有两样吧，只是娱乐而已呀、啊。啊，与破迷开悟没有关
我们讲立业都是讲破迷开悟，断烦恼长菩提，这个是立业。那达不到这种利益，那跟世间的这个音乐就没有两样。所以他讲经念三宝啊，这是利益。所以你听到西方极乐世界情与无情说法的音声呢，自自然然升起念三宝这个意义，这个是他的利益，这是他的功德。下面呢，要给我们说明什么是三宝。啊，他说了三种，这个三种底下在抄里面一条一条给我们说明。啊，我们看底下一行抄，啊，先讲这个住持，住持相指。要住俗化，名为佛宝，黄剑赤柱名为大宝，余秋无众和合无争名为僧宝，即世间三宝也。那么首先跟我们说明的就是讲的住持三宝。住持是指什么呢？是住持佛法。啊，佛法能够在世间流传，要靠他们来沉传，来推广，来发扬光大。那么三宝，佛在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是佛宝，啊，佛所讲的一些经是法宝，跟佛学习的这些弟子们是僧宝。现在佛不在世，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三宝当中佛宝第一；佛不在世的时候，三宝当中是法宝第一，啊，法宝是第一的，而不是佛宝第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只看到佛的像，佛像不会说话，我们有疑问问他，他也不能给我们解答。啊，所以对我们最有利益的就是经典。啊，所以经典变成第一个宝。经典看不懂，要请这个专门修学的出家人来给我们解释。啊，所以这个出家人的僧宝也变成非常的重要。啊，这是佛灭度以后的现象。啊，我们应当要知道。那么此地啊，想标注俗化。这是讲造像的方式，啊，雕是雕刻，啊，像这个木头的佛像，雕刻的，啊，木头造的佛像，啊，金属造的，像我们前面就是这是后金造的，啊，这个是用模子铸出来的，这个第二类。俗的像是泥塑的，啊，陶器的，啊，瓷器也是的，我们的瓷器的，这也是塑造的，啊，无论是雕刻啊、铸造啊、这个塑化，我们通通把它看成佛宝。这是纪念的第一，我不再试了，看到佛的形象如同见佛。
供养佛像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意思是纪念的意思，我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创教的老师吧。我们今天得到佛法熏修的利益，这个恩德从哪里来的？从佛来的。所以对于这个根本老师啊，创教的这个原始人，我们念念不忘，这是慎终归远返本报时的意思，就跟我们供养祖先的牌位啊意义是相同的啊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也非常重要，是见贤思齐啊。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虽然在大经上讲他九年界已经成佛，这是道家慈航带来的啊，但是我们看他一生的形象，就形象上来看，他也是一个从平凡人修成的啊，他也是父母所生啊，也是有六年苦行，这是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，示现成道，说法度生啊，一生所作所为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模范，做了一个典型。我们照他这个样子学习，他一生能成佛，我们一生也能成佛啊。问题就是肯不肯认真来学习啊，能不能认真的放下，他把富贵功名通通彻底放下了啊，别人要争的他已经得到了他不要啊，地位他是过往之尊，我们中国人常说嘛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他富贵舍弃掉啊，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圆满脱钵，过这个生活啊，皇宫他不住，他要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，他过这个生活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能学得到吗？学不到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想学，我教我们放下，不过是放下了，是百分之一、千分之一而已。不像他，他彻底放下了。啊，与世出世间法一丝毫贪念都没有，应该这个心多清净。我们今天就放下，不是总看自己有一点，没有像他那么样丢得那么干净啊！啊，所以他一生能成佛，我们一生成不了佛，原因就在此啊，没有别的。这个对啊，所以佛实实在在是表演给我们看，这是真正大慈大悲啊。任何一个人如果说完全学习释迦牟尼佛，这一生没有不成佛的，成佛哪里要成三大跟七戒，记不住了啊，就是我们发心了，所就做得不干净，这个才拖拖拉拉的，进进退退的，才要搞个三大神器器啊。所以佛像啊，有这个功德存在啊，看到佛也想到我们要学它
啊，要学他看得破，要学他放得下，啊，要学他有那么样的自信心，无所畏惧。他放下，他不害怕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？害怕了，怕明天没饭吃，明天没衣服穿了，怕这个。啊，他不怕，他通通舍掉，他不怕。啊，这个真叫大无畏，就供佛形象啊，就这么样跟着。啊，所以你学佛的同修啊，这是真正学佛，决定不能把佛像当作偶像来看待，那错了。偶像是把它当作神明，这个就搞错了啊！以为他会保佑你，那你就会死啊！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啊，供养佛菩萨形象真正的意义，不能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。啊，当神明看待，这是迷信。啊，佛法是破除迷信，啊，破迷开悟法。这个法宝呢，这是讲黄卷池柱。诸位要知道，莲池大师的出生在明朝末年，在他老人家那个时代，这个经卷呢，像这个装订成一册一册的已经有了，不甚流行，很少啊。大多数还是什么呢？还是卷，手卷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裱的画一样，卷起来卷啊，从把这个卷子改成一本一本，像我们现在装订起来，就我们现在所讲线装书啊，啊，用线穿订的，方方的，一册一册，佛经从卷子变成方册，是寒山大师提倡的。啊，寒山大师也是明朝时候人，明末四大师嘛，寒山、五波、莲池、偶遇，啊，四大师当中，偶遇的年龄最小，啊，佛年龄最小，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这个佛经才开始想到这个比这的确是比较进步，方便多了，啊，做成册页把它装订起来。啊，所以册页装订到现在的历史只有500多年，啊，大概还不到600年。啊，从前都是卷，它这个地方还是用黄卷，没有说是这个方册。啊，以后啊就叫方册，方方的嘛，一册一册的叫方册了。啊，这柱啊，这个柱子当中扁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裱画的晓得有个字卷起来的，啊，以前的经卷是这个样子，啊，现在呢，那只有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能够看得到，啊，能够看得到，啊，好像这个前些年呢，故宫还印了一些复制品，啊，唐人写的《金刚经》的卷，啊，它缩小做成复制品的时候有的卖，啊，以前的佛经是那个样子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指的经典。现在的经典呢，就更方便了，啊，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，啊，装订的技术比从前进步很多，啊，从前一部大藏经需要多大的地方来摆呢？我们这一个整个讲堂不够，一部藏经摆不下，啊，大概至少还要比这个大三分之一，啊，这么大的场所才能摆一部大藏经。你看现在一部大藏经
摆在这个书架上，两个都摆不满。现在字缩小了，啊，经装缩小了。从前写的那个经卷，所以人这个读经呢，眼睛绝对不会坏的，不要戴眼镜。啊，他那个字啊，寸开了，都一寸大那么多。现在我们看报纸啊，那个特好的，最大的那个字都那么大。啊，所以你看看正规的这个经日经卷啊，像以后我们变成折本了，折本大概是一面呢，通常是六行，一行16个字，啊，就这么长这么宽，这个字很大了，那个永远不会被眼睛看坏的。啊，所以它一部经呢，我们这个房间不够啊，还要增加三分之一才能放一部分。这个就是经卷，就是法宝。比丘五众，啊，这是讲出家学佛的。啊，出家学佛怎么会有五众呢？那现在来说法呢，出家的男众，男众里面有两种。一种是受过比丘戒的比丘众，一种还没有受过比丘戒的沙弥众。啊，女众里面呢也是有比丘尼、沙弥尼。另外啊，女众还有一种，啊，介于沙弥尼中间的。是叫学法女，合起来呀，称为五众。啊，这个五众通通是指出家人，现的出家相。可是，它最重要的是底下这一句：和合无等。这才称之为众啊！啊，众是团体，不是个人。啊，不是个人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，遵守六合敬，这才能称之为众。啊，这个众。翻成中国意思，这个僧团，啊，出家人的一个团体，啊，如果住在一块的人再多，他不守这六合敬啊，这不能叫僧团，啊，僧团基本的条件是要遵守六合敬。所以用这个标准来看呢，我学佛38年了，读了很多很多地方没有看到僧团，一个僧团都没有看到，啊，所以心里面很难过。啊，我们自己有心想建立一个僧团，能不能呢？不能，太难。所以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讲的三人同心其利断金，真正体会到不容易，能找到四个人呢，这个见解志趣完全相同，的确太难太难了。啊，就是把这六个条件统统做到，啊，非常不容易。啊，这六个条件这个最困难的第一个就是见和同体。啊，见解完全相同。啊，
这个是合乎这大根大本啊，他真正能够和睦相处啊。所以中国古时候每一个寺庙道场都有它解行的特色，它不乱啊，它在理论上，在众经之中，就是这么多经典里面，它选个几部啊，它不是通通选的，它就选几部，在行门上专修一个法门，这一个寺庙人不管多少，这个之见解完全相同。你比如说这个净土法门啊，它的经典的依据这个三经一论啊，今天我们讲的五经一论，五经一论呢是很后很晚呢才发展出来的啊，清朝咸丰年间魏延居士将普贤行愿品或在净土三经，再变成净土四经啊，以净土四经一论是在清朝咸丰年间啊，那么咸丰年间之前还是三经一论啊。民国初年，印光大师把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又加在四经后面，变成净土五经啊。所以净土只有五经一论呢，是在民国初年才有的。修学这个法门的人所依据的，那现在来讲顶多就是五经一论啊，是我们理论的依据。在修学方法上，我们统一用一个方法，持名念佛啊，大家通通有这个见解啊，看法一样，想法一样，志同道合，在一块修行，这个是合伙的基本啊。另外一个最难的、不容易的，就是利合同心，那是你真正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彻底放下啊，一切供养通通归公，私人决定不会有一分钱的财富啊，十方供养不管是供众或者供个人的，通通归常住啊，管理这些财务呢，推选一个人啊，由他来管理，由他来分配啊。那么这个管理的人，一年换一次啊，使每一个人都有为大众服务的机会啊，这是非常公平的啊，任期一年，这两个很难做到啊啊。这个团体里面不管人多少，每个人自己有私人财产，有私财，这个合伙僧团就破坏掉了，就没有了啊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僧团出现，这个地方就有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，不会遭难，这是大家有福啊。很可惜，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僧团都没有
啊，我们像一个道场，现在台北市道场很多，大大小小，啊，非常之多。啊，这个道场住两个人，各有各的财产，啊，各有各的这个钱财，这就不行了。啊，有四台。啊，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，身穿我们看不到，这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其次是戒和同修，这个戒和同修就是守法，团体生活一定要有规律。啊，起居作息啊，都要定一个规矩。这个规矩是大家共同拟定，啊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啊，这个规矩也可以修改，啊，在开会的时候可以提出来修改，啊，既然改定了，通过了，人人要遵守，啊。戒和同修啊，就是守规矩、守法啊。当然，佛的戒条要遵守啊。基本的戒条是五戒十戒啊。通常我们讲五戒，那是出家在家二中统统都有。如果真正是僧团，最低限度守十戒，沙弥十戒。沙弥十戒里面就有一条，手上不能有财物，啊，身上有金钱，这个戒就破了。啊，所以实在讲呢，在今天的社会，啊，可不可以做到身上没有金钱呢？可以做到，不是不能做到。啊，我出门要坐车。出门坐车的时候，到哪里去？像常住临时治这个车费、车马费。啊，回来的时候多余的交还给常住，这个对。啊，所以僧团呢，确确实实真正僧团培养什么？身心清净。啊，让你真正的放下。啊，心清净的，他没有妄念，心都在道上，道业容易成就啊。啊，大家在一块共修，互相砥砺，啊，与身同住，口无争，啊。意同悦，法喜充满，这六条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注解里说六种五人以上，啊，是在讲戒律里讲的四个人以上，啊，最少是四个人，啊，四人以上，同一戒魔，戒魔是梵语。啊，戒魔翻成现代的话呢，就是开会一绝。啊，开会一绝了，人人都得服从决议呢，这个叫同一戒魔。啊，大家通通参加会议。啊，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。这个戒魔就是今天所讲的民主，它是会议制度，啊，没有任何人有权利独裁的，啊，它是会议决定一切，啊，大小事情通通是会议决定，啊，你看到利和同军呢？就是现在讲的共产啊，僧团里面
是真实的共产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特权啊，真正的民主这个底下说和和无争如水如河应和和中，和和中就叫做僧团啊。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翻译的名称呢就叫做众啊，这个众的意思就是和和众，就是团体啊。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住持三宝啊。再看第二段讲别相的，就是别相三宝，略有三义啊。它这个别是差别，差别在哪里呢？一的三宝自别，二的三宝大小成别，三的三宝名相个别，这个称之为别相啊，称之为别相。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，夸其大义，则长生尊特，视线不同，名为佛宝。教行离国，为门不同，名为法宝。三行十圣，四国四相，圆觉独觉，皆为不同，名为僧宝，即处世间三宝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别相跟前面住持啊，最大的不意思不相同的就是住持三宝是在世间，别相三宝是出世间的。那圣人，我们今天讲圣人，大小乘的圣人，那至少也是小乘初果以上啊。这三个意思，我们简单说一说啊。三宝自得。佛不是法，法也不是僧，啊，这个意思很明显，啊，佛法僧呢，这三个意思是有界限的，啊，是个别的，这是三宝自得。那么第二个意思呢，说三宝有大小乘的不同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注解在这一面。365面倒数第三行，三宝大小乘别者，小乘是丈六应身，这是佛宝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世间，示现的就是丈六金身啊，他示现的是这种身相啊。四阿含经是法宝啊，佛给小乘人讲的是四阿含啊，小乘的经律论啊，他也有三藏啊，小乘的经律论。四果四相是三宝那么他的修学小乘有八个阶级啊，初果相、初果、二果相、二果，乃至于四果相、四果啊。那么这些呢称之为小乘的三宝，为三宝啊，小乘三宝。大乘这圆满报身，这是佛宝。像华严里面所讲的
毗卢遮那如来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，这是圆满报身。这是经上讲的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就不是不止32相80种好。大乘方等，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经典而论，方等般若、法华涅槃，以及最初所讲的华严，这都是法宝。三行十圣为珍宝。三行是指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这30个位。十圣呢，是讲地上菩萨，从初地到十行，这个是三宝。那么这是大乘的三宝。这个第三个说法呢，是三宝名相各别。这个末后也还有解释。佛有三身，四教六级，是个意思。三身是化身佛、报身佛、应身佛。四教呢，天台家所讲的，有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、言教佛。六级也是天台家的，有理即佛、名字即佛、观行即佛、相似即佛、分证即佛、究竟即佛。单单佛也有这么多的种类个别。所以这个四教六级就十个意思了。法有教法，有刑法，有理法，有果法。教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经典教科书。这个教科书里面讲的有道理，讲有修行的方法，有理论，你把它细细分呢，这个法宝里头有4种，有4种，但是4种都离不开教，要用教把这个4种显示出来。僧宝里面有凡夫僧，没有正果之前都是凡夫。证得初果以上呢，那是圣人。那么在大乘里面讲，必须是三行以上的才叫圣行僧。也就是像别教，别教是初住，别教的初住，不是原教，别教初住以上啊，这个是圣行僧。别教初住以下还是凡夫僧。那么这是说别相有这么多的差别，可以说通通从四相上来说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